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要煮椰子冬酿。OK， 所以今天呢，我准备了一粒椰，虾，一点鸡肉，大葱一粒，姜花，酸甘一粒，豆梅多一粒，香菜，香茅两根，南姜，一点的姜，辣椒仔，风干叶，鲍鱼菇，还有就是这个冬阴姜和鱼露。好，现在我已经把这个椰水取出来了，准备要开始煮冬酿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这个椰水放入锅内，香茅放进去，姜花、南姜、姜片也是放进去，然后我们先把这个鸡肉放进去。现在我们先把它盖一盖，煮到它稍微滚烫。好，现在我们的这个汤已经滚了，我们加入这个冬阴酱下去。然后我们再把它盖一盖上，让它出味。现在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红梅汤下去，还有菇，加入辣椒、小菜根，现在你可以试味道，可以添加调味料。可以加入一点点的鸡精粉、盐，一点点的盐，依据个人口味添加。OK， 一茶匙的鱼露，一茶匙的糖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虾放进去，虾最后放，然后现在放入酸甘叶，风甘叶不是酸甘叶，我们要把它的那个根拿出来，要不然这个汤会苦。 OK， 就是这样子，这样打开，就是它的这个根不要，只是用它的叶子而已。OK， 我们稍微盖一盖它，等它滚大概一两三分钟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已经滚烫了。
可以一起我上桌啦。